我们这个故事是比较复杂一点哦。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这里，对吗？那个萨塔利这边还没有结束对。啊。好，那要怎么样？要轮流还是轮替直接？五三就是先好了。因为上次努力在解释的时候就没有听得很懂。OK，好，来，那我们先看这个句子哦，大家看这个句，先看这个句子，Satali 跟 Viharante Yeva 有没有看到它是什么句？那个插入句，插入句，养心法师了解吗？为什么呢？因为 Satali 是第七个格位第七个格位，，Viharante Yeva 就是 Viharante Jiva，对不对？所以维兰德也是第七个格位，对吗？它是插入句哈、哦。然后呢，我们看插入句里面还有一个插入句，有一点麻烦呢。插那之前有讲过，插入句有两种啊，第一种，有三种。第一种就是第七个格位跟第七个格位，第二种就是第六个格位跟第六个格位，对吗？第三种就是雅打句，有没有印象啊？要打有。句，雅打句也可以当插入句哈、哦。我们看这里啊、哦，我们看到这里有当，对吗？有当哈、哦，然后。这里前面要有押句，我必须先翻啊、哦，然后大家听听看懂听得懂听不懂啊、哦？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你会把绿色的部分在后面翻，就是先翻这个押打句，等一下再翻绿色的部分，了解吗？不然的话，插来插去你们会听不懂。好。好，我们先看呢。อนุปยังนามะมันลานังนิคโมอัตติ在这里呢，อัตติ告诉我们什么呢？อัตติ就是可以是单数，单对，是复第数。三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对吗？对。然后呢，是现在式啊。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尼卡摩，尼卡摩是四正的意思，这里很明显是欧嘛。对。对。四正，谁的四正呢？曼拉囊在印度，就是佛陀时代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国家，他们是有一群人来管理国家，那个他们就做曼拉，曼拉是一个王族啊，就是他们是一群人一起管理国家，所以曼拉囊就表示很多人，对不对？莫罗门的四正。可以吗？可以。那么叫做什么？อนุปยัง，อนุปยัง，อนุปยัง就是อนุปยะ，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哦，虽然这个อนุปยัง跟นิคโม是不同姓，对吗？两性法师有看得出来吗？อนุปยัง跟นิคโม是不同姓。Anubian 是什么姓？什么姓？是阳性吗？不是啊？中性吗？中性对不阳，对？因为对，安嘛。但是阳如果尼克安，摩这是什么？是阳性对吗？阳性。那为什么尼克摩就是四正叫做安努比亚呢？安努比亚呢？这里其实应该是安努比哟，对不对？但对。是大家要了解啊、哦，就是说，它是哦。每一个名字啊，它有它的姓。插入的关系，这样啊，努比扬是中性啊，名字跟这个市政并不同，没有关系。听得懂不懂？
无声就是听得懂哈、啊。懂。哎。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莫罗门的市镇怎么样呢？叫做啊，那么叫做啊，努比扬，啊努比亚，阿提有，可以吗？可以。如果我们翻成白话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莫罗门的市镇啊，那个地方叫做阿努比亚，这样听懂吗？好。哦。但是因为这里有打句哦，所以我们要加呀。你们要加呀的时候啊，要那个定是要跟哪一个词一样，要跟尼卡摩一样。对，阳性。因为它是市镇嘛。嗯。听懂吗？不是阳。如果阳的话就是跟阿努比阳一样，但是我们主要的那个组成是什么？尼卡摩。尼卡摩。所以我们解压的话，我们就解油，不是解阳哦。听得懂吗？懂。那有哪个？对不起，马拉南莫罗门的有哪个尼卡摩市镇？นามะเจ้าจั่วอนุปยังอนุปยะอัตถิโยเฮ้ยเหรอเอาแต่เขาใจไหลอย่างทิ้งขาซื้อเฮ้ยมั้ย老师我上次没有用讲义所以我都找不到嘞啊你没有讲义啊我上次不是没带讲义吗可是我这次就接不上来我的讲义不知道是第几页好、哦、现在啊、哦、新的一份第一页一万单的第一页第二段第三段第一页那第一页是新讲义吗对对对、啊、真的、哦、对怎么那我会再印吧、啊、那你先你那里有印表机吗有我先印老师先请同学讲、啊、OK 去拿来对然后、嗯、好你先印、哦、好然后呢我们看打句哦，打句这里当尼萨亚阿努比扬，帕瓦尼，好，那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翻？就直接翻，因为它是插入句嘛，尼萨亚依靠了当。当什么？你可能听得懂，听不懂？是不是这边为什么用第二个格位？依靠那个嘛，依靠。对不起，其实我们不能这样绿色的部分不能在后面翻呢。我们要先翻，然后再插绿，真的插绿。啊。所以在这个句子的主。插入句的主持是谁？是佛陀。哎，佛陀。了解哈。嗯。所以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是当萨塔利当佛陀，然后就再翻这句。啊。翻好了就怎么样呢？尼萨亚依靠了当尼卡曼那个什么那个市镇。然后呢วิหารันเตเยวะจิ้วจู่จู่ใจ哪里อนุปิยัมภาวเนอนุปิยะหมางกว่าสู้怎么会没有啊อย่างทิ้งขาซื้อ找到吗哦没有找到档案呢 OK 先被我删光光了现在传给你哦好谢谢老师我可以传 LINE 哦好等一下先好你先装点表记再关关那个OK
OK， 有传给法师了。有收到了。老师继续，没关系，我再印了。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等一下。刚才翻到อนุปิยัมภาวเนอุชังจุซึกันจุนเหาจริงนะตรงมั้ย大概有听懂就表示还没有完全听懂哪里不懂呢我再讲一遍哦我就直接讲中文说当佛陀摩罗门的哪个城哪个市镇叫做阿努比亚有依靠了那个市镇而住在阿努比亚芒果树林对对对这样子是对的对对对对这样了解吗、好然后呢我们往下看所以从绿色的部分呢绿色到绿色สัทธาลิ到วิหารันเตเยวะ还没有开始主要句子对吗刚才只是插入句而已诶君豪听得懂听不懂吗刚才跟得上吗可以等一下我们再复习整段先听听看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ตถาคตสัจ到句子是到ปฏิญญาปฏิญญาตา结束对吗对我们现在正在翻主要句子刚才是插入句所以我们要先看这个ปฏิญญาตา ปฏิญญาตา是打ปัจจยะ对吗对打ปัจจยะ然后ปฏิญญาตา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词可能是阳性复数对吗ปุริโส ปุริสา对不对对，君豪听得懂听不懂？可以。哎，杨庭老师印好了吗？好了，可是老师在讲哪一个字了？你第一页哦，第一页。第三段，最后那里是白巴丁亚达。好，来有了。OK， 好，这里这个巴丁亚达是打巴扎亚对吗？对打ปัจจยะ打ปัจจยะ如果是阳性的话就变化跟ปุริสา一样对吗对如果是阴性的话就变化跟กัญญา一样如果是中性的话就变化跟กุละ一样我们看ปฏิญญาตา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什么阳性什么数复数为什么就是ปุริโส ปุริสา对吗但是如果是阴性的话呢单数其实也有复数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背的时候干压干压又干压对不对所以单数复数都可以对吗阴性的话如果是阴性的话了解我们先看一下这些字从ตถาคตสัจ到อสิติสหัสสะ ปุตตา哪一个你可以确定它是阳性复数或者阴性单数或者复数哪个字我们可以先去掉的就是先不要管它的是哪一个就是这里对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先不管不要管它因为它是引号里面因为它是在引号里面我们现在要管的就是引号外面好那你们扫描一下从ตถาคตสัจ到อสิติสหัสสะ ปุตตา哪个字应该是属于刚才你讲的这些条件只有那个ปุตตา对สติอสิติสหัสสะ ปุตตา对不对看到吗อสิติเห็นไหมครับอ๋อ在这里那这里呢它就是什么阳性复数有没有看到哦因为不它是儿子嘛对
Putta, Putto, Putta, Puriso, Purisa, Putta 就是儿子们，对不对？对。所以他是阳性复数。那么我们看阿斯提萨，萨是多少？80,000。八十千是多少？八万个儿子。其实因为他正在讲的就是王族们嘛，所以在这里呢，布达布达就表示谁，就是王子。嗯，你懂吗？八万个什么？八万个王子，他是怎么样呢？大家看这里哦，打巴扎亚。通常我们翻译打巴扎亚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翻译的方法，对吗？第一个就是โส ชโน เคหัง然后怎样？卡โต就是什么？卡โต去是不需要受持，对吗？所以就直接翻译。โสชโน那个人คาโต去了เคหัง家，对吗？对。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动词是需要受持的。比方说我们常常举例的就是什么？โสชโน怎样？มายา这是我们几乎每一堂课都会举这个例子啊。那么婚七斗。饭被我吃了，对吗？对。然后大家看，ปฏิญญาตา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ปฏิญญาตา第二种。所以你要找第二种的话，你要找三个组合而成的。就是有第一个就是主持，第二个就是第三的格位，第三个就是什么打的怎样、就是、对吗？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确定了，有哪一个、有两个对吗？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阿悉提萨萨布达对吗？这就像他就像这里欧坦罗一样的是主持对吗？对，两型法师听得懂听不懂？词是哪一个？阿悉提萨萨古达就像欧坦诺一样，就是了解。然后八千，对，八万个儿子，对。然后巴丁亚达是打巴扎亚对吗？对，就像什么昆西多一样对吗？对，切玛雅。了解了哈。了解了。现在还。缺什么？缺玛雅，对不对？对，第三格位。对。好，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里面有哪个字是第三的格位的名词？有两个。有两个，哪两个呢？现在是问那个，问午餐居士吗？你要回答也可以啊。那是你答过了、没有这个大家一起，因为比较复杂嘛。那讨论，哪个字？刚才两型法师回答正确哦，就是有两个字。哪两个字是第三个位的名词？阿悉提萨哈勒希，对，那提古勒希，跟亚提古勒希对吗？好，大家看哦，这两个字是第三个位，所以怎么样呢？很有可能阿悉提萨舍伊是形容亚提古勒希对吗？对。亚提是亲戚的意思，古勒古拉古拉是家族对吗？对。然后阿悉提萨舍伊是多少？八万个亲戚家族，听得懂听不懂？懂。老皮再一次翻了。อาศิติสัตสะปุตตาปาวันเกหวังจึ
อาศิติสัตเสหิยาติอุเลหิเป้ปาวันปาวันเกิดชินชีเจียจูปฏิญญาตาจื้อเชิงเลยเคยมาปุ๊กว่าตาเจียข้านี้เชื่อจะเกิดอาศิติสัตเสหิยอินเวสหัสสะอิเชียนจิสุโอมันจิวสิจิวอีสร้างชื่อสมัติ形容词不对其实有一项是名词名词所以其实它不能这样形容对不对不能这样放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当形容词的话要换成什么就记得就记得大概大概哦对大概大概八万个背大概八万个ยาติเลหิตชินชีเจียจูอืมอย่างนี้นะปฏิญญาตาจื้อเชิงเลยอืมได้ไหมได้ได้หรอเอาแล้ว接下来要我们就直接开引号啊จื้อเชิงเลยจื้อเชิง还有两个字哎上面这里对吗对，还有两个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其实这个我们要先翻了。嗯。因为这里有 tiwa se 是时间，对吗 ？tiwa se 有没有看到 tiwa sa 是日嘛？对。哦。然后，哎，พี่写的字会不会太乱？你们。要不要我们去多删掉 ？Tiwa se 在第几行？第三行。第三行。等一下，第三行字太多了，怕你们会眼花。第三行哦，我看到了，很长那里，有看到。Tiwa se 日。OK， 好，可以的。对。那我们从这里哦。好。在什么日子呢？提瓦萨提瓦谁是第七个位日子对吗？对。阿迪卡哈纳是什么哪？哦。卡哈纳是相。哦。达塔卡达萨达塔卡达是什么意思？如来。如来啊。如来的。如来的对，没错。嗯。第六个位啊。对。大家看，那这样怎么翻呢？ทิวาเสจ่ายอินเวสเลียเอวะเหรอจิวจ่ายปาติฆานะหนาตถาคตสารู้หลายเตลักขณะเสี่ยงเตรื้อสสมมติว่าหนารู้หลายเตเสี่ยงนะก็คือทั้งจะซื้อขั้นเต้าฟอร์ทหัวเตอร์นักเซียนเตอร์ในอีเทียนอีเทียนตรงไม่ตร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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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อูฟูช่างจะซื้อที่ตรงไหมตรงไอตรงโอเคเอาสุยสื่อเจนมันฟันเห่าเหรอฮะน่าตังมันฟันเห่าเลยมันจะคุยหลายจะหลีปาวันเกิดเบิร์ดปาวันเกิดหวังจืดไปท่าใกล้ปาวันเกิดยาติกุเลหิเจียชินชีเจียจูปฏิญญาตาจื้อเชิงจื้อเชิงเสมอเนอะเราโน้ตมันจู้ใครอินเท่าจังตาเจียตกมาเออใครอินเท่าเราโน้ตตาเจียขั้นหลังเซอร์แต่ผู้เฟิร์นเนาะจะเฉลี่ยมันเจ้าเจียจื้อเจียสิทธัตโถสิทธัตโถก็คือสีตาตัวฟังตายเดียนขั้นจะเต้ามาเยอะขั้นเต้าสิทธัตโถซื้อสิทธัตก็คือสีตาตัวสีตาตัวแต่ยี่สิบสิทธัตโถสิทธัตโถแล้วถ้าเจอขั้นจุดจุดที่ต้องจะเปลี่ยนเสียสู้ตีกับจุดจุดเอ้ยตู้จิตจะดีLiang tu si liang ke liang ke liang ke isi. Oh. Nah, jangan macam mana?
主要动词是哪个字？蓝色的部分，火堵对吗？火堵是命令式对吗？嗯，对。是哈是。西塔托西达多火堵是瓦拉查什么意思？国王。国王两个瓦或嗯，佛陀佛陀嗯，可以吗？可以。西达多是国王或者佛陀，然后就怎样呢？这里卡蒂亚巴里瓦罗瓦，卡蒂亚是王族，然后巴里瓦拉是什么？巴里瓦罗是随从，随从。เจวะใช่ไหม这里呢因为没有主词对不对主词是谁呀、啊、因为他省略嘛主词还是一样是谁สิทธัตถะ สิทธัตถะ听得懂吗懂他省略啊是我们就接是主要动中间动词我们接什么พุทธว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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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什么王族随从的应该怎么说有反正有比较好有王族随从的可以吗可以然后怎么样呢 with listati 将行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蓝色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亲戚们讲说无论是悉达多太子是国王还是佛陀啊他还是要有什么那些王族随从跟着然后再行走这样听得懂吗懂、OK 那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翻啊再一次翻比较好OK 大家预备可以了吗俊豪哪里不懂跟你讲吗俊豪可以吗可以 OK 那个老师那个巴里瓦拉那个瓦也是货吗不是这是名词哦你不能开哦，里瓦罗是随从的意思。那哇呢？哇是前调嘛？哦，不是前面那个不多哇。不是哇跟哇不一样哦，这是短音。这是 A 哇吗？不是，这是哇。哇强调。是强调对。了解。好，那我们就再次复习啊。OK 哈。你先画这个。让大家更了解OK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打巴扎亚的部分呢这里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好来萨塔里当佛陀曼拉囊摩罗门的โยนิคโมนาเกซื่อเจินนามะเจ้าจั่วอนุปิยังอนุปิยะอัตถิโยคือมั้ยนิสายะอีเข้าเลยตังนิคมังนาเกซื่อเจินวิหารันเตเยวะจิ้วจู้อนุปิยมภะวะเนใจหมางใจอนุปิยะหมางกัวสู้หลิงตถาคตัสสะลักขณะปฏิฆาหณะทิวะเสเยวะจิ้วใจหนาปฏิฆาหณะหนา
ตถาคตัสสะรู้หลายเตลักขณะเสี่ยงเตทิวเสเยวะทิวเสทิวเสรื้อจึอาศีติสหัสสะกุตาปาวันเกหวังจึอาศีติสัตเสหิยาติกุเลหิตาใกล้ปาวันเกชินชีเจียจูปฏิญญาตาจื้อเชิงสิทธัตโถสีตาตัวโหตุซื่อราชาหัวหวังเรียงกวาพวกพุทโธฝอโถพุทตวาซื่อทุสิวะจิวพุทตวาซื่อขัตติยะปริวาโลหวังจูโยหวังจูสุยฉงวิจาริสติเจียงสิงจงเคยมาเฮ้ยเอาหน้ามือหวังเชี่ยขั้นเนาะ老师，那个 Viharante 耶哇是第七个格位吗？没错，这是 Viharante。那 A 哇是强调吗？对 ，Viharante 加哇嘛。加 Viharante 就是第七个格位嘛，加 A 哇。这是什么巴扎亚？养心法师看得出来吗？这个是安达巴扎亚。啊，很好，安达巴扎亚。OK， 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喽。好像龙屁要先带的样子，因为他比较复杂哈。嗯。好，我们看耶普耶呢这个字，耶来自耶普耶是大部分的。哦。然后我们先看从第五开始，句子是到哪里结束呢？哦。具体是到哪里结束？像到最后，这一段最后，萨摩达贝苏，萨摩达贝松啊，升起对吗？嗯，好，升起是什么什么事呢？过去是第三人称复数。嗯，很好。那哪个字应该是过去？哪个字应该是第三人称复数？我们先不考虑引号里面，对不对？嗯。我们就看引号外面的。嗯。哪一个字应该是第三人称复数？嗯。嗯，没看到。没有看到啊。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有解字哦。哦。为什么有解字？因为这里有，刚才我们谈到亚底古勒希，对吗？有。嗯，亚底古勒希，在这里我们要解字，解什么字呢？我们解亚底优，亚底优，亚底优是什么意思呢？亲戚们。亲戚。亲戚们。那。嗯，复数嘛。复数。对。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啊，也要看前后文，就前面也要亲戚，我们后面我们在这里就要自己加亲戚。为怎么知道要加亲戚啊？我们可能要先翻一下内容，你才可以判断是什么哈。我们先看从เตสุ到ปัปปะชิเตสุ，你联想到什么呢？差距。插入句对吗？这是第七跟第七对吗？对。当谁？嗯。当谁出家？也不一定呢。透过大部分啊，按照大部分。嗯。当谁按照大部分出家？而且是复数哦，谁？嗯。刚才我们讲到谁？他们呢？对，八万王子。哦。你就接什么？不。不得数。嗯。当那些王子怎样呢？也不也呢？按照大部分，把帕西得数怎样？
出家了。嗯。巴帕西德苏是什么？巴扎亚养心法师。这个是你巴帕西德苏，巴帕西达达巴扎亚。很好，达巴扎亚，这是一个位对吗？对。这是一个位复数啊。对。刚才听得懂吗？德苏到巴帕西德苏。嗯 ，OK 哈。那老师，那个 Padiyam 是照、按照的意思吗？哪里 ？Padiyam， 对，这个 Padiyam、不是不是，耶不耶呢？按照是来自 A 呢，第三的格位嘛。哦，按照大部分。嗯。如果我们讲成白话，什么翻，就是大部分都出家了。哦。大部分的大部分的王子出家了。哦。那 Padiyam 还没有说是不是？还没。哦，可以了解，可以。那接下来，亚迪欧啊，主持，亲戚们怎样呢？接下来我们要翻，要翻什么？下一个要翻中间动词对吗？对，中间。那你看哪个就是中间动词？中间动词就是 Isawa 看到了，对，看到了什么呢？Sakaya 来自 Sakaya 是什么意思？是家 茶呢？茶是什么意思？六啊，六是数字啊，是六。他，然后我们也看到 Ime 是什么意思？这些啊，这一面是第几个位？大家可以翻一下啊，一吗？一吗？一汤一面，一汤一面，一汤一面。代名词的部分呢？代名词。第五十七页。啊，羊一面。主格跟受格都可以。那在这里应该是第几个位？应该第二个格位。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我们翻提斯瓦，对不 对？看到了谁，对不对？那个谁，我们需要对位，对吧？隔第二个格位，就第二个位，他也是第二个位，萨克耶也是第二个位，对吗？对。查为什么这里是第二个位？大家可以翻一下数字啊，数字，那你看班长五几页？46页。46页。有，有没有看到班长？有看到。班长第二个位是什么？也是班长对吗？班长。然后查就是六，变化也是跟班长一样对吗？对。所以才是这边才是怎么样保留茶的样子，懂不懂？懂。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些六个世家。对。阿巴帕禅帝是什么意思？不出家。没有出家，对不对？没出家。大部分都出家了，只有他们六个人没有出家。六局比较吧。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是先翻什么？看到没有出家的，这些六个世家，听得懂吗？听懂。巴帕西德，巴帕山德是形容萨迦耶，可以哈。然后呢，在这里大家看，这些六个世家是谁啊？这里就有了。你有没有看到เทวะทัตตันติ其实这里是引号大家有看到吗有一点它就是什么เทวะทัตตัง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其实有一个引号有引号就是พัทธิยัง这里可以吗可以换颜色这里跟这里对，可以哈。这是二母的一点。对，大家看哦，现在在引号里面，
都是第几个格位的名词？第二个格位。对，知道吗？为什么是第二？为什么不是第一？因为这出家六个释迦族是这是第二个格位。对，因为刚才 这些都是第二格位嘛。嗯。所以呢，从帕提扬到铁瓦，它当都是第二个格位，了解哈？哦，了解。它这个引号里面正在讲的是什么？有哪些释迦六个释迦是有哪些人？对。好，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拉沙囊，拉沙囊是什么？哎，大家翻一下它的名字，拉沙。他不是国王吗？对，那第二，翻一下特殊名词。特殊名词。第35页。35页哦，有没有看到第二个、第二个格位也是拉沙囊，对不对？对呀、啊。所以拉沙囊国王那么叫做什么？帕提扬，帕提亚，懂不懂？懂。第一个人就是。国王叫做帕提亚，第二个人是谁？阿努鲁塔，阿努鲁塔，阿努鲁塔是谁呢？是阿那律比丘，是阿那律哦。阿那律，对，阿努鲁塔哦，阿那律。第三个人是谁？阿难塔，阿难陀，阿难哦，然后帕库哦，是帕库，帕库。กิมิลังจะซื้อกิมิละกิมิละแล้วจุ้ยห้อยกับเรนชื่อใส่เทวทัตตังทีโผตาตัวทีโผตาตัวจะยังซื้อเรียวกับเรนเลยเจ้งแล้วเจ๋อเหรอแล้วเจ๋อขั้นเต้าเลยหน้าขั้นเต้าเลยชื่อซื้อโมเมนต์อันเจ้าซื้อชื่อฟันยังไงจ้างฟันเนาะขั้นเต้าเลยลาอินเท่าหลีเมียนเตอร์ชื่อเสียเรน嗯，这些人看到了这些，看到了这些人哦，这些六个是、这些人没有出家的六个释迦，听得懂听不懂？懂。好，然后呢，后面还没有开引号，对不对？对。那我们要开引号，怎么开呢？กะถังสมุทฐาเปสูงนั่นจะเหลี่ยงกับเจ้าหนึ่งผู้หนึ่งใครอินเฮ้า应该可以กะถัง是说那怎么翻呢真奇了这样的话นาเป有没有看到นาเป哦让话生气让话生气了对吗对请问谁让话生气翻来翻去已经忘记了主持是谁。念的哟。对，亲戚们对不对？嗯。让话升起了，然后就开引号，可以吗？可以。好，那第一个句子就不难了。มะยังเต้าปัปปาเฉมะ这个给君豪好了。ปัปปาเชมะ是什么意思？出家。出家。不过这里有什么ปัจจัย呢？这里有เนปัจจัย。这里有是เหตุกตุวัจกะ有让的意思哦。有。谁呢？主持。主持是。啊？声声太小声了。主持是。第三人生大树，很明显呢，君豪是阿达诺。啊，你看绿色啊，老毕画。哎，不是，看黄色，黄色，不是很明显吗？主持，主持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麦阳吗？麦呀，你在哪边看的？这是第一个字啊，麦阳跟巴帕切吗是符合对吗？对。第就是现在是第
一人称复数对吗？复数。嗯。好，那怎么翻？我们。我们。嗯。嗯。我们让自己的儿子出家。对，让自己的儿子们出家，对不对？对。然后呢？这里我们看毗耶叉萨迦耶那亚达嘎曼耶。这里怎么翻？这里亚达嘎什么？曼耶。曼耶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吗？曼耶，曼耶是应该的意思。曼耶是应该。不过它不是主要动词哦，也不是，也不是中间动词。嗯。它是什么？中文怎么讲啊？副词嘛。副词。副词。在这里我们要加字。加什么字当主要动词呢？加本地。本地。嗯。那怎么翻在这里？伊咩查萨克亚那亚达嘎曼耶。伊咩查萨克亚，这六个是加，那应该，对不起，曼耶应该。那本地不是亚达嘎亲戚，听得懂吗？懂。就有一点讽刺啊！那大家都出家了，你们六个人怎么会留在这里呢？不是亲戚，听得懂吗？懂。懂。这六个世家应该不是亲戚，然后呢，嘎什玛那巴帕山地这个不难。嘎什玛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大家看巴帕山地是安。安迪对不对？对。现在是复数对吗？第三人称复数对吗？嗯。主词是谁呢？就是一样是伊梅查萨克亚对不对？嗯。我们接伊梅。伊梅查萨克亚。好，那这样怎么翻呢？萨克亚。想请法师翻一下。好，那就是一句而已，对不对？对，一句。就是爸爸禅底是他们出家。伊梅查萨克亚是什么意思？伊梅是这些。这些。嗯。查。然后六是查是六。萨克亚。就是四家。这六个四家。对，这六个世家不是。嘎什玛。嘎什玛是为什么？为什么？那巴帕山地。不，他们不出家。不出家。这六个世家为什么不出家？对。听懂哈？懂。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我必须很快的再次翻哦。嗯。等一下，先删掉一下。全部都删掉了。来。เตสุปุตเตสุตังในเสียหวังจึเยปุเยนะอันเจ้าต้าผู้เฟิ่นปัพพะชิเตสุชูเจียเลยยาติโยชินชี่เหมือนทิสวาขั้นเต้าเลยราชานังกัวหวังนามะเจ้าจั่วพัทธิยังพัทธิยะอนุรุทธังอาณาลืออานันทะอานันพักคุงพักคุกกิมิลังกิมิละเทวทัตตังเทวทัตตะทีปัวตาตัวอิเมทะสากเยเจอเลี้ยวเกิดซื่อจิทุกสิอับพระอับพับพระชันเตเมโยชูเจียเตอิเมชาชาคเยเจอริ้วเกิดซื่อเจียเต
กระถังร่างว่าสมุทฐาเปสงเซิงฉีเลยมะยังวอเมนอัตโนปุเตร่างจื้อจีเตอจึปัปปะเชมะชูจียอิเมฉะสักยาเจอเลี้ยวกับซื้อจียมันเยอิงไกโหนติณโหนติปูซื้อยาตกาชินชีอิเมฉะสักยาเจอเลี้ยวกับซื่อเจียกัสมาเว่ยสมอณปัปปะชันติผู้ชูเจียยังไม่有问题ไม่有问题ไม่有问题哈那我们往下看哦你看呢讲快要一个小时才两段而已因为没有梦龙居士在哦那这样君豪要跟他联络啊把他拉进来叫他不要学韩文了。我们看从阿塔开始了。对。这个不难。武昌居士先好吗？好。我们先看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最后那个字阿哈。对。所以主词应该是。是。มหานามโม对มหานามโม对不对มหานามโม是谁啊就是刚才อาณา是อาณา绿อาณาลุทะอาณา绿的哥哥他是อาณา绿的哥哥哦这个มหานามโม真的哦对那叫什么名字มหานามะda 大名吗？可以这样翻吗？哦，大名那么好，然后呢？所以一开始先讲时间，阿塔哥那个时候，然后，是萨克哟，玛哈纳摩萨克哟一起啊，就是萨克呀。名字就做什么？马哈纳吗？然后乌巴桑卡米达瓦靠近了阿努鲁党阿纳律。然后阿哈说了，那就开引号。然后这一个句子一开始是达塔，就兄弟，然后。主词这个句子的主词应该是古拉。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看起来好像不是古拉，对不对？古拉是复数对吗？中性复数对吗？对，中性复数。那如果这样翻的话，怎么翻？巴桑卡米达。我们的家族没有出家。但是这样就不符合，对不对？把巴西放这里，对吗？对。那有没有可能古拉不是第一个格位？古拉。大家翻一下中性的表啊。古拉尼，中性古拉，有看到吗？古拉，第三十，第五个格位，第五个格位，对不对？第五个格位。如果是第五个格位的话，我们看一下啊。我从我们的家族，对不对？然后这里是什么呢？巴帕西多是打巴扎亚，对吗？是出家的，对吗？对。那有没有少了主持？对，所以呢，要解这个，对不对？
对，我们就接简单一点，就接 channel 在这里就好。channel 又翻成什么？人，没有人，没有人从我们家族出家。爸爸是多可以当形容词嘛？嗯，听懂吗？那这样我们安哈干古拉，从我们的家族怎么样？爸爸是多出家的人那体验可以吗？可以哈。好，那这一句君豪来。三个字而已。主要动词是哪个字？爸爸家。爸爸家是什么字？忘记了吗？是命令式，记不记得？翻一下那个命令式的那个表。命令式省略了吧？对，十月。几页？64页。然后有没有看到啊？he 可以去掉对吗？你可以之前对啊。爸爸茶就是来是什么？爸爸茶he 对不对？对。所以主持是谁呢 ？he。he 是第二人称。单数对吗？对。主持就是他王对不对？嗯，所以君豪怎么翻？请你出家。对，哇，对不对？这里有哇，这里也有哇，对吗？哇，好，然后下一句，养心法师来。哇，把帕吉萨米。那从那个动词嘛，把帕。吉萨米将出家。谁出家？我将出家。就是他问他的弟弟，是你要出家还是我出家？对，或是我出家。就是大家都出家了，我们家怎么还没有出家？那你要出家还是我出家？了解。有点啊。好，在这里再一次翻了。อาชโคนะกะสิโฮสักโยสักยะนะมหานาโมมิงชื่อเจ้าจัวนะมหานามะอุปสังวิตวาเข้าจิ้นเหลืออานุรุธังอาณาลืออาหะจัวเหลือตาตะติติอัมหากังกุลาโฉงหว่อเมินเตอเจียถูปัพพะชิโตชูเจียเตอชโนเหรินนัตถิเมโยตะวังนีปัพพระชะเย่าชูเจียเรียงกวาหัวอาหังหัวปรับพระชิสามิเจียมสิวยาไม่有问题哈没问题ท่านเชื่ออีกวันเนาะชงโสใครสื่อ我们先看一下意思啊สุคุมาโรชื่อ美妙美妙对美妙美妙其实พี่看中文翻译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就是他的生活很舒适那种感觉然后三班那是剧组佛卡是财务属打是听嘛是打不加对吗不旁是先前可以吗可以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剧组从所到三班那佛来佛卡去试主持是所，所以应该加上阿努鲁多。对，因为我们正在谈到他，对不对？对。所以这里我们就加阿努鲁多。阿努鲁多。那主要动词是喉底。是。所以，这个就是。班那至于说阿努鲁多那位阿那律是苏库马罗
美妙的三班那波哥具足财物的。嗯，对。然后我们看下一句哦，从那提到苏达布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要动词？主打。哎、啊，生番来了。苏打，如果单独的字是单独出来的，是主要动词没错、哦。不过因为它跟补康一起，我们它就不是主要动词了。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翻呢？我们就加字啊，加活底。好。然后大家看呢、哦，วจนัง是话，对不对？对。跟สุตตปุพังค์是怎样同一个？格位。格位，对不对？就是第一个格位，是同一个，对吗？嗯。然后，所以呢，苏达布，我们可以翻怎样翻呢？话是怎样，是这个对吗？然后苏达是需要说辞还是不需要说辞？需要。所以我们要找第几个格位的名词？第三。第三个格位是哪个字？是贝纳。嗯，被谁呢？被那个什么什么话被谁？因为我们正在谈到。安鲁托对不对？安纳律对吗？这里我就加安鲁特纳。哦。对。好，你大家看哦，那体那体是什么意思？哎，没有。没有。嗯。没有，我只能这个话，可以吗？嗯。哦，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话比也、嗯、然后那没有得那阿努提那被阿那律苏达布旁听过可以吗活底在哪里好那我回到活底นัตถิเมโยวัจนังว่าปิเยโหติสื่อนะเมโยเตนะอนุเทนะเปอานาลีสุตตปุพังทิงกั่วเคยมาเคยเคย表示他怎么样呢โอ้他生活太豪华了吧连没有这个词也没有听过、啊、哦，了解。没有钱吗？不是，因为不加这个词，是因为他什么都有啊、嗯，所以他不了解没有这个词没有钱的这个事情。他没有这个词，他不了解没有这个词，对，就要拒绝。因为没有跟他说过没有，要什么有什么。他没有对人家说过没有，对，因为左看右看都有啊，什么都有啊，嗯，什么都有。了解啊、哦。了解。好，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文法，这个啊。我在那比。如果变成我们要把它写成，饭没有被我吃过，要怎么写呢？好的呢，妈呀。他 no， 然后呢？玛雅，没有背嘛？没有玛雅。然后呢？奔恰蒂。那五色哦。那然后呢？那。奔恰蒂。不是奔恰蒂，我们要模仿这个。哦。饭没有被我吃过。那，昆奇多，刚才武昌就是讲吗？昆奇什么？昆奇多，昆奇达，哦，昆奇达，昆奇达，哪个达？
胖。嗯，吉他棒。哦，哎，古山就是对了，了解吗？嗯。不崩。因为这里它是什么性？阳性。阳性。嗯，所以这里是什么？不崩。我怎能？它是什么性？中性。所以这里是什么？中性。我怎能？了解吗？了解。饭没有被我吃过。嗯，然后把这里跟普帕就在一起，就是打佛子牙啊。但是你加了打佛子牙，不要忘记要加第三那个位的名词哦。嗯，好。然后，好，然后我们往下看。嗯。เอกะทิวะสันหิ这个句子是到哪里结束呢？到ปะหินิ啊，ปะหินิ，ปะหินิ是送的意思。送送对，巴希尼是什么事呢？过去式，过去式第三人称单数哈。好，我们看一下意思哦。เอกทิวสังหิ就是เอกทิวสังเจียหิ对吗？嗯。啊，หิ这里我们翻成起始啊。然后คัตติเยสุ是来自คัตติยะ，คัตติยะ是王族的意思。哦。คุระกิกีรังหลายชื่อคู่ละกีฬากีฬาคู่ละ就是球的意思กีฬา是运动球我以为是กูละกีฬา是运动然后กีฬาเนสุ是玩就是来它是什么ปัจจัย呢อันตะปัจจัย对是玩啊，然后布瓦呢？布瓦是饼，大家记不记得布瓦是词啊？嗯，有。之前翻译什么吝啬富翁的时候那个故事。对。嗯。然后巴拉西多是输的意思。输了。输掉了，输。然后布瓦塔亚是什么意思呢？布瓦加阿塔，对不对？嗯。是什么饼的利益？对吗？哦，然后大家加下去啊，加布里桑，布里桑，布里桑，对，生产要不要翻翻看？好，主要动词是巴希尼，嗯。是过去式第三人称单数。哦，主词是阿努鲁托。嗯，安纳律。安纳律，好。エガティワサンヒ。其实有一天。嗯。アヌルト，安纳律。然后中间动词吉兰德数，哈哈哈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在前面对吗？对，但是你先翻了安鲁托，所以你要从后面翻对吧？哦，好，那前面是什么东西呀？仔细看一下，前面是都是第七个格位，所以呢？在，嗯，看一下哦，插入句，哎，对，插入句，这个绿色的部分是插入句哦。好，那当什么？好，当，插数是六啊，插数是六，嗯，插，变化跟班长一样嘛，第七个格位班长是。班扎数对吗？对，会变成扎数。当那六个什么？当那六个加迪耶数王族。嗯，怎样？吉兰德数玩古拉吉兰球运动。对，然后呢？然后阿努鲁托。嗯。安娜绿。嗯，安娜绿。
中间动词巴拉七多，嗯，输了，嗯，不为呢？不为呢？丙，第三个，就是因为丙而输，因为丙而输，因为丙而输。然后呢？然后主要动词巴希尼，嗯，送，嗯，然后布瓦塔亚，哎，布里桑，布里桑，布里桑，这里有解释了。好，布里桑人送人，送人，嗯，然后布瓦塔亚，这个是为了、嗯、为了第四个格位，为了丙的利益。嗯、啊，对，圣山听得懂听不懂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要讲成白话，要怎么翻？嗯，因为丙而输了，就是说，嗯，输了要给其他人丙。人丙，听懂吗？用就是好像用丙来赌这样子。懂。嗯、啊。可以整句翻吗？翻成白话。嗯，翻成白话。翻好了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天嘛，这六个王族，哪六个王族呢？就是刚才我们上一段讲过的这些人嘛，嗯，这些人嘛，啊、哦，嗯，他们正在怎样呢？在玩球的运动对吗？嗯，然后呢？玩球。阿纳律就怎么样呢？不为呢，因为丙而输了、哦、他就输了哈、嗯，他就送人过去，为了丙的利益，就是为了去拿丙回来。嗯，听懂吗？不懂。懂啊？玩球输了跟丙不连不起来。什么？你玩球输了跟丙为什么连在一起？就是他把这个丙拿来赌，他玩赌哦。对，来，对。哦，了解。谁输了要给人家丙。哦，原来是这样。嗯、对，这样听懂哈？懂。君豪听得懂听不懂？懂哈。武昌居士呢？懂。OK， 好，我们看下一句哦。อัทธสมาตาปูเวสัจเชตวาปะหินิสัจเชตวาซื่อจุนเป้แต่อีสือผู้ชายจุดซื่อ好了好这个句子的主词是มาตา母亲然后主要动词是ปะหินิ送了所以这个อัทธ那个时候มาตา母亲然后中间动词是撒切达瓦准备了不为重饼、嗯、然后巴希尼送了、嗯、阿萨给他、嗯、那再加上那个阿努鲁达萨非常好、哦、阿努达萨、哦、阿努鲁达萨很好阿卡那个时候马达母亲萨切德瓦准备了布维重饼巴希尼送了阿萨阿努塔萨给那个阿纳律、哦、好下一句就君豪来这里基林素是什么意思呢玩嘛玩对玩好君豪来这里เตคัตติยา因为刚才我们讲到คัตติเยสุ这里是王族对吗เตคัตติยา那些王族怎样希望ปุณะ至于ปุณะ是再一次那个是ปุณะ ปุณะ是再一次
塔提塔瓦是什么意思呢？是吃。塔提塔瓦吃。哦，吃。吃五饼。对。是爹干爹呀，那些玩族。嗯。干爹塔瓦。塔提塔瓦。吃了五饼。吃了饼。没有，这里没有饼。看。哦干地都要吃吃了，然后补呢，再一次吉林鼠，再一次玩，再一次玩，对，他就是他们都吃了，然后就再一次玩，哦，吃了再玩，对，吃了再玩，好，然后呢，巴拉切尤啊，巴拉切尤是鼠的意思啊，但是这个鼠是什么词呢？这是名词。哦，ปูนับปูนังซื้อฉางฉาง อย่างชิงผาซื้อย่อยๆฟังเป็นขั้น好หัวติซื้อ ซื้อเซียนใจซื้อด้วยมาที่สันหรือสันพันสู้对ไหนก็จะซื้อ主持呢主持的话是那个อนุกันขายชัวปาราชิโตปาราชิปาราชโยซื้อเออมีฉันปาราชัยก็คือมีฉือแล้วปาราชัยชัยโอ้สู้คือมีฉือ对对然后所以สู้是主词啊对然后呢然后后底是是先翻嘛哈所以书是常常不能不能常常然后打谁哇 A 哇是强调吗然后打啥加 A 哇打啥加 A 哇是打啥打啥打啥忘记了打啥就是打字嘛就是代名词的部分嘛那个对不对名词对那个其实这里哦巴拉切尤苏布纳布囊长长我底这里翻成有我们之前有翻常常翻有给对吗有给给什么呢打撒打撒谁常常说啊但是那个不阿努鲁特，对阿努鲁特萨萨，阿努鲁特萨，对，苏就耶瓦就布纳布纳长长火底有达萨阿努鲁特萨给那个阿纳律，哦，有知道了，就是阿纳律长长苏的意思啊，好，然后下一句就生产了。好我们看从马达开始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主要动词是巴希尼巴希尼好然后巴希尼前面我们接萨萨囊萨萨囊是讯息巴希尼讯息萨萨囊是讯息巴希尼是送的意思哦，好，然后松山看看还有什么字不知道意思。好，迪卡东是三次的意思。迪卡东三次。对。哦。然后。然后扎杜塔瓦嘞是第四次第四次对扎杜塔是第四嘛对瓦雷呢瓦雷是次次迪卡都没有瓦雷都可以
还有什么最不知道意思吗？好，哎，没有了。好，来，好，主要动词是巴希尼，嗯，第三人称单数，嗯，主词是妈达，嗯，母亲，嗯，我们可以先翻这个嘛，板纳治鱼，板纳，好，板纳治鱼，加上。至于妈妈妈妈怎么样？他的母亲。把它置于妈妈母亲。哦，中间动词。巴希巴希德。嗯嗯，巴希德是谁的主要动？中间动词。巴希德是乌威的乌威的中间动词。乌威的中间动词。那你这样怎么翻？先看一下哦，这个巴希德不是马达的中间动词对吗？对。如果是马达的中间动词，它是什么？巴希达。嗯。是隐性嘛？对。但是这里是巴希德，其实这个就是插入句哦。哦，那插入句它少了什么？它现在只有动词，它还没有主词。主词对吗？那个名词，什么东西背诵过去呢？就是饼嘛，对不对？饼，对，饼巴利就是布威，对不对？哎，布威，这里是要加布威数，哎，布威数。五位数，五位数，当中饼被谁送过去呢？普利谁呢？被人送了，可以吗？可以。当中饼被人送了，当中饼被人送了，哎，等一下，不是不为所，不为吧？你看巴，因为巴希德是第七个单数，对吗？对。所以这里也要用不为啊，不为，不是用不为所。当饼被人，送了，不为当饼，不为不利谁呢？被人巴希德送了，又怎样？妈达母亲，对不起，当，哦，不是饼哦，因为这里有说饼嘛，这里应该是讯息吧。比较好对吗？萨萨尼当讯息普利谁呢被人送了，当讯息被人送了就怎么样呢？就是妈妈母亲，刚才不是翻过了吗？对，本来是至于妈妈母亲，ศาสเนปุริเสนะปาหิเตตังชินชินสีเปรินซ่งเลยตังชินสีเปรินซ่งเลยซ่งเลยแล้วท้ายชื่อจะเป็นยังปาหินิตาวาซ่งเลยสมองซ่งเลยปูเวปิงปิงติขัดตุงสันสื่อซ่งเลยปิงสันสื่อแล้วเนื้อเจริญอัสสะอัสสะอัสสะเก๋นั่นก็สมองเก๋นั่นก็อนุรุทธัสสะอนุรุทธัสสะอนุรุทธัสสะเก๋นั่นก็อานาลี่ฮะแล้วเนี่ย然后จตุถาวาเล在第四次就怎样然后主要动词ปาหินิ送了ศาสนังศาสนาสื่อสี嗯哦开引号对
布瓦饼，对的，是复数的嘛？复数 ，nati 没有，对，饼没有了啊，因为送了三次嘛。哦，了解吗？了解，妈妈说没有了。对，好了，你再一次翻了。ปานะเกอหรือมาตาหมู่ชินสาสเนสาสเนตังชุนสีปุริเสนะเป้เหรินปะฮิเตส่งเหลสาสเนตังชุนสีปุริเสนะเป้เหรินปะฮิเตส่งเหลปะฮินิตวาส่งเหลปูเวจ้องปิ่งติขตุงสันชื่อจตุถาวาเลใจที่ชื่อชื่อปะหินิจงเลศาสนังชินสีภูวาจงปิงนัตถิไม่有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好那下去就回到五常居士了哦对不起本批可能十八分了对对对那先到这里吧好好后面比较难吗？嗯，都很难呢、欸。都很难，第一页比较复杂吧。哦。啊，大家复习复习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好。好。OK。那我们一起。